大家好吗？我来到英国啊，快40年了吧哈。当然练了38年的摊儿，所以对摊儿啊特别有研究，特别感兴趣啊。我今天呢又跟班子来到这个Camden Market 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平民百姓的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啊。这个，所以呢，班子今天是这个摄影师啊，班子 ，You're the cameraman today。对对啊 ，I am。Yeah. Quite a good job. OK， 然后呢，这个 Camden Market 呢是全伦敦最大的一个这个自由市场，而且呢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这点呢有美食，世界的小吃啊，而且呢还有这个所有的稀奇古怪的服装纪念品，要什么有什么，关键啊这点就没有城管啊，也是开个玩笑，有城管有城管，但是这点城管呢不打人，但是要说打起来呢还真打不过，我开个玩笑啊。那个跟着我们的相机呢，咱们溜达溜达啊。这点是呢伦敦的第二大旅游点啊，第一大旅游点是白金汉宫，第二大旅游点就是这儿，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也是西皮市发源地啊。 OK， 慢走。 OK， let's go， let's go。 Camden Town 是那西皮市的发源地，今天有特别特别精神的啊，西皮市的人在我旁边啊，其实呢，他们你看着啊，挺吓人的啊，但是呢，哎，这人呢都挺好的哈、啊，它是一种那个外国的文化啊。OK 没 ？Everyone in 100 languages. Good. This is Italian. Oh,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Wow. 这个是中东的小吃啊，咱也不知道什么味儿的啊，我尝尝。Middle East 啊 ，Where you come from？ 台湾哦，台湾的朋友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嗯，真好吃这个啊，台湾的小吃还是好吃。这个台湾的还是？哦，是中东的小吃，是台湾人卖中东的小吃，是吧？这是新加坡的啊。哈哈看不看新加坡啊、新加坡的小吃，所以有这是 curry chicken 啊、加勒比海的小吃啊，加勒比海小吃，这是红烧茄子、他们也有红烧茄子，嘿，哎呦，我还发现中国的四喜丸子了啊，还有四喜丸子呢。汉堡，汉美，好呀。OK。Which country the food come from? British India。印度啊。印度。印度，哎呦，这真香惨啊！大厨在这炒呢啊。哇，还有中国的油条啊。但这可不是中国的啊，哎，叫面包圈。哎 ，this is Mexican food. Hey, I know Goi is mostly filming the food, but the market has also lots of clothes, jewelry, crafts. It's a really amazing place and quite old, I think.Yeah, I used to come here when I was very young. 这不但是这个，这个自由市场啊，这还一个旅游点，什么？你可以坐着这个船，这船就通着海，所以呢，一直能通到这个格林威治，从格林威治呢，就能通到海里边了。这条船呢，估计坐一圈10磅钱，是吧？我给大家伙今天当一次导游，所以呢，希望朋友们更了解一下那个。平民百姓的生活。So you do like this? Whoa. I quite like that. Oh, really? I'm gonna ask how much it is. Okay. 30. The waist 10, the bottom is 12. Oh. Bottom's too big. Nice. Nice color. Yes. 今儿给曼子买一件吧，是不是逛了半天了，是不是逛半天咱也得买一件啊。
慢的还是想省钱。这些包全是现做的啊，你看怎么办，这是新式的缝纫机，德国的大香肠。哎呀，把这个，哦，我在阿米踹，然后拉三三去，哦，还没，嗯 ，very nice， 马来西亚的，呀，炸鸡，炸鸡，嗯，这点呢，你买之前你都可以尝尝，啊，尝鲜，尝鲜，真不喜欢不要买，喜欢再买。中国人就是仗义啊，尝鲜，不喜欢走。不喜欢就走，走人，你可以买，可以，我喜欢这样子。朋友们，我今天终于看见这个英国的城管了啊！他说他们从来不打人，而且对人呢特别和蔼，有错就批评教育，但是从来就不打人。OK， 我今天终于见着这个城管了啊 ！OK， 哦、oh, ，We seem quite lucky. Yes. Cheers. Yes. Cheers. Cheers. Cappuccino.慢的现在当义工了，整这船一过去了，他给这闸得给他关上，所以。Salsa, Gui. Do a bit of salsa. Salsa dancing. Ah, 你看，在国外的普通的、年轻的、普通的老百姓、平民百姓，就这样的享受着生活，啊，朋友们，今儿咱们先到这儿了啊。我因为我呢想申请一个工作，因为我退休了嘛，是不是也不练摊了？我现在我也想当一城管，将来万一要有朋友们想在这儿摆摊的时候呢，那我好照顾照顾朋友们啊，是不是？最起码的我不打人呢，是不是？啊，朋友们 ，OK， 们呢 ？Yeah. Today, 哎，是你呢 ？Hope you enjoyed it. Hope you enjoy. Yeah. 希望你们喜欢啊，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啊 ，OK。接送，再见，朋友们，再见。